你胸口是不是有包？小时候一群小孩拿硫酸泼我，谁帮我挡住？胸口留了这个疤，我要跟你结婚，生孩子，我要跟你过一辈子。你以为我们是许仙白娘子啊？白娘子属于白蛇帮，和我们是一路。白蛇高尚多了，生的孩子特好。你妖怪说话就得算数，要报恩一定要报啊，干什么都行。我是第一次，你得当心点。你跑哪去了？你不是要钱吗？给你。知道我欠了多少钱？203万。慢慢挣总能还上啊，总比你跟别人结婚强。当初为什么要给人那么多钱？有一个制片人，说他是我的小粉丝。啥是粉丝？就是很喜欢你。元帅，我才是你粉丝。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抓住他，只要有这个。放在他的脖子上，请你信任，这只是一小部分的定金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还有什么重谢？收你还债，过上好日子绰绰有余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让我扎你一针，所有的债务都解决了。反正我是来报恩的，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赚钱更快的了吧。都给了我，我都给你扎肚子。